OK， 说起面霜啊 ，OK， 我觉得其实到现在，我觉得夜用面霜当中啊，就是晚上你睡觉前用的，最好用的还是这个 Pola 的这款面霜，价格确实是贵啊，但是怎么说呢，就是，哎，就是这是我回购的第二瓶吧，就是它虽然很贵，但是让我觉得想买它，就是反正就是。哎，贵就贵一点吧，就是那种，我就忍吧，就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我就想买它。